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让人惊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阿宏。无所不谈，这个节目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众，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努力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咱今日节目是伫阿宏中央电台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时两点啊，甲四点有关由小弟阿宏诚恳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来，咱来赶紧，再这个政治新闻的啦。那么，干那根据通联记录，特征研判，而这个长官涉嫌这个官杀啦。这是 TVBS 所报道的哈。那么官杀案詹永富为处清洗来露台，这阵做调原本是查郭建明，也就是另外一起官杀，也就是假释案，却在监听。过程当中，发觉讲，伊甲王金平伊个即个通话出现了关键字啊，永别啊，啊甲阿宏啊，即个永别啊，讲实上，永别啊，毋是咧讲即个，即个啥，即个。那这个上我不记得齁。
伊即个永别也是咧讲咱即个詹永夫啊，吼、哦，啊加即个阿红啊，就是即个陈秀红吼、哦，诶、欸，即两个咧讲啥物啊？伊是会说那领于氏啦吼，调换了王金平、詹永夫啊加陈秀红，伊个即个通灵记录。我甲讲，三个人确确实实有密切的这个通话了，但是啊，因为无法度听到谈话这个内容哩，特征组大胆假设的，詹永夫甲陈秀红涉及到这个官说啊。当然啊，伊这毋是干那安尼，都假设的，或者无可能安尼，甲假设吼，今日新闻袂报咯。现在暴露，这就是有人去甲马总统报告啊。这不是讲伊内面的人吼暴露出来，吼那这种的都有可能讲是假设的，不是啊。那去甲这个总统报告的，这绝对是有事实的，因他讲呢，那想就知啦吼。那么记者王碧英。特侦组王碧英伊伫讲啊，这是记者咧讲的吼。那么特侦组当时监听郭建明的这个电话，原本哦是要查，是伊的这个另外一件这个官说假涉案，无想袂到的时阵啊，却意外查出案外案。为了调查郭建明的这个官说这个假涉案。特侦组为两年前就开始了，那么监听伊的这个电话，一直到今年九月初五，九月初五那是拜五吼。那么想袂到，却伫个六月二十八、二十九，听到王金平拨予郭建明的这个电话了。老哥，我忘记了，什么代志啊？那个内容提交的时候呢，关键字啦，永别啊，个阿红哩咧，吼、哦。那么牛大贤基啦，刚才的时候呢，讲的这个就是法务部长詹永夫，啊个最高检察长，那么陈秀红。不过啊，因为无监听。自家己吼，自家头家，这个陈秀红啦，以及着这个詹永夫咧。那么特侦组赶赶紧紧调阅着这个通联的这个记录，吼，惊一个，发觉讲啊，四十月二十八，王金平就拨予陈秀红两通电话咧。当迄一天，嘛拍予詹永夫，到甲七月初一，王金平又搁再次联系到这个陈秀红。那么，虽然讲无对立，对，虽然讲无对立法院长，以及着家己的这个部长，吼、哦，啊，甲的时阵高检署检察长进行了监听。无法度知影讲因伊个即个讲话内容啊，但是郭建明专门电通案无做定性，伊个即个部分，高检署七月八日确定歪上诉，时间那拄啊好遐卡下就对了哦。那么特侦组大胆推测，哦，詹永夫。啊！甲陈秀红涉及官宣，那是讲无提起上诉，嘛要紧啊。那即马即个案件落去，当然啦。哦，那换一个检察长，啊，佫用甚物啊？敢那迄件甚物货啊？哦，有几落件啊？拢提起的时阵，非常上诉啊，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这哪样紧啊？这个还佫有法度的啦，对不对？你惊啥？
那么在真祖的大动作广播通联记录，啊，甲监听译文就对了，将袂当讲的这个秘密，摊在这个阳光下，事件不发，怎样故在迄一暗啊吼，火速清洗的，嘛摊成啦，接到王金平的这个电话，但是可能有关说，只是吼、哦。整起案件哦，主角郭建明现在不管伫个指控，家己被长期的这个监听将近差不多三年就对了啦，吼、哦，曲哦，曲下来无收到通知书就对了，人家讲遭受到非法的这个监听，特侦组嘛发出声明告。因为发觉郭建明涉及官宣，伊的这个假设，无意中当然才来监听案外案就对了，哦。那么，这是有关干那听通联记录，吼、哦，也会算安尼啊，就讲因遮的这个。长官有关说就对了，吼、哦，这不是啊，不是像安尼，这个记者咧讲的安尼，吼、哦，我都讲过，迄绝对一定有鼻目吹，才敢安尼暴露出来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咱这个代志咱都讲到这结束，其他的机会，同这个网络，同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红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